觉醒吧，世人。暗夜已过去，正法之光已临，快乐的破晓。来吧，众生，聆听正法的智慧，这儿有快乐及安详、自由、解脱、涅槃。这些是佛陀之语，纯净正法的光辉，他们的每一音节都弥漫着快乐、甜美的佛陀之语，每一句话都甘甜如蜜，带来幸福快乐，充满不死滋味。向天众致辞，从十方各界而来，汇聚于此的天众，从十方各界而来，汇聚于此的天众，从十方各界而来，汇聚于此的天众，聆听圣王趋向天界善去与解脱的纯净正法。诸类大德，现在正是聆听正法的时候。诸类大德，现在正是聆听正法的时候。诸类大德，现在正是聆听正法的时候。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，我皈依佛，我皈依法，我皈依僧，借由行于正法之道，从最初至最终，我礼敬佛，我礼敬法，我礼敬僧，我总是礼敬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，我总是礼敬过去诸法、现在诸法、未来诸法，我总是礼敬过去僧伽、现在僧伽、未来僧伽，我没有其他依归，佛陀是我最好的依归，以此真实语愿胜利快乐。我没有其他依归，法是我最好的依归，以此真实语愿你们胜利快乐。我没有其他依归，僧伽是我最好的依归，以此真实语愿众生胜利快乐。礼赞三宝，世尊，亦即是佛陀确实已从染污不净中解脱，阿罗汉消灭了心的所有烦恼，正等正觉经由自己的努力而完全解脱，明行具足，理论及实修皆圆满通达，善事已达到最终目标，世间界了知世间一切，无比调御丈夫，无与伦比的教练驯服者，一切天人导师、天众及世人的导师，唯我佛陀
世尊，这就是佛陀，世尊。世尊教法，详明确，世尊的教法是清楚解释的，学人皆可，自明了，让人亲身体验自见，当下能得知成果，此时此地就能获得成果。妖君，即来即得见，亲自来看看吧。直指标的，无曲折，直指目标。有志之人，自可解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可以体证。修行圆满，诸弟子，世尊僧团，得久住，良好修行的人，形成世尊的僧伽弟子。修行正直，诸弟子，世尊僧团，得久住，正直修行的人，形成世尊的僧伽弟子。修行智敏，诸弟子，世尊僧团，得久住，睿智修行的人，形成世尊的僧伽弟子。修行恰当，诸弟子，世尊僧团，得久住，适当修行的人，形成世尊的僧伽弟子。四双八倍，诸弟子，世尊僧团，得久住，就是这四双八倍，形成世尊的僧伽弟子。虔诚礼敬，勤供养，世间无比大福田，值得供奉、招待、供养、礼敬，是无比的世间福田。七觉之护卫经，为去除众生轮回生死的一切痛苦，并击败魔君，有此七觉之觉悟的要素，体证了这七觉之。这些圣者从三有投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中解脱，不再有生老病，体验到无死与无畏，富有这些功德无量的利益。这些是疗愈之语，让我们念诵觉知。觉知如下：念则法，精进喜清安是觉知，以及定与舍平等心，是具一切知见的圣者，善教导，时常修习培育，他们导向无上智慧涅槃及觉悟。以此真实语，愿你永远快乐。有一次，佛陀看见目犍连及迦舍生病痛苦，而教导他们此七觉知，他们欢喜，立即病愈。以此真实语，愿你永远快乐。有一次，法王、佛陀本人受疾病所苦，他要求纯达长老虔敬地念诵此教导。佛陀欢喜，立即自疾病中振作。以此真实语，愿你永远快乐。这三位圣者的疾病已永远去除，正道摧毁烦恼，自然的法则带来应得的成就。以此真实语，愿你永远快乐。任何聚集于此的众生，无论在地上或天上，如来受到天众及人的尊崇，我们礼敬佛，祝福快乐；我们礼敬法，祝福快乐；我们礼敬僧，祝福快乐。我礼敬我尊敬的恩师，我稽首顶礼他的双足，他给我这么珍贵的法，使得邪恶不能靠近我。他让我品尝正法之甘露，现在没有欲爱能引诱我。他所给予的正法精要
让无名的印刻剥落。这种感恩从每一个毛孔流出，我无以回报。我将如法生活，并服务世上受苦的人们。这是我回报的唯一途径。以此服务的功德，愿所有人都快乐，愿所有人的心中升起正法，愿大家脱离生死轮回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此地的一切众生，愿此正法园地全部的禅修者都充满快乐，愿此正法园地全部的禅修者都充满快乐，愿他们根除贪嗔，愿他们根除贪嗔，愿他们脱离疾病和忧伤，愿他们脱离疾病和忧伤，愿大家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你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安详。